用一张滤纸将不锈钢针扁平的一边包裹，包滤纸及下一个动作只适用于各类操作。用聚四氟乙烯带将滤纸固定，将不锈钢针通过橡胶塞插入，增加氮气流量，将储存瓶的塞打开，迅速将不锈钢针扁平的一边插入储存瓶，再用塞塞好。将不锈钢针尖的一边插入接收瓶，再将活塞关闭，将一支短针插入作为接收瓶的排气出口，将不锈钢针扁平的一边浸入储存瓶的液体入面，将溶液转移去接收瓶，将接收瓶的活塞打开。完成后将短针和不锈钢针从接收瓶拿走，然后迅速将不锈钢针从储存瓶拿走，再用玻璃塞盖好。用丙酮将不锈钢针清洗，然后放入焗炉焗干。